怎么卡在这里？在干嘛？靠！干嘛？旁边不能走吗？挖出去，挖出去就可以了。有够挤，有挖出路了吗？还是没有了。The mule has docked, initiating launch sequence. 小青江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呵呵，看一下啊。哇，是可以啊，要挖挖好一阵子。对对，继续往前，继续往前。前个屁呀、啊！怎么了？有洞。懂吗？我的天！好难。我要起跳跳啦！哎，还是死了。这好眼熟啊！你走，你走就对了，你走，你赶快走，你进去就赢了。不可能走，不可能走，不可能走的呀！你一定要走！你都抛了我们，你就要能够抛弃到底。不是，我要走，我要早点。对对对，走开 ！Run， 走开！队友就叫你 Run， 蓝色小精灵。我刚才找不到点啊。一个人过就可以了，一个人过就可以了。蓝色小精灵还是很有用的。哇！啪啪啪！你的经验是7331嘛，对不对？7331对。对，所以就死掉没差。有一个人过就好了。他那个、啊、生存奖励会跟钱有关啦，左下角有。哦。活越多人，就钱会多一点。哦。总比没有好。对，可以完成。哎，五等了，五等了。那个工程师毕业了。里程碑，将工程师升至五。哎，我的专长怎么没有好？工程师升到五。Yeah, I don't so much scout as make this operation possible.嗯嗯嗯。哎、欸，你的那专长有成功吗？什么成专长？专长啊，就是将这个职业练到五等。职业练到五等，我这个专长不是共通的吗？没有、啊，他会有一个侦察兵练到五等，工程师练到五等就可以获得那个奖励的。统计里程碑吗？对啊，里程碑的没跳哎、欸，他哎、欸、真的哎、欸，他写四等而已，五杠四杠五。哦，升五等，所以是要六等，是不是？啊，有可能提升至五。眨眼，文字游戏。对啊。我知道，我们离开，我们去加那种已经玩了20分钟的。好好好，进去直接过，直接爽。进去只看到一个人在对我们躺在地上招手，就像我们那一场有没有？莫名其妙瞬间过。看啊，慢慢已经开始。哎呦，那个二十三分钟的定点采集那个嘛 ，L 对 HK LOL 啊。
可是哎、欸，他啊，他蓝色锁定了，没关系啊，这样你就不能用蓝色脚了。我离开啊。啊，开、okay。那怎么锁定啊？锁定就各职业整一个啊。四武器清单。有个是十二分钟的、欸，12 S E R S E C R， 还你往下滚一下，有那个21分钟 C N N R A M I R R A M I R 这个吗？工程师，等一下、哦，我的职业是工程师嘛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要避开蓝色跟红色。要看他有没有写那个锁定，有的话就不行。锁定是，就职业那边，如果是空缺就没差。哎呀，往下滚一下，27分钟，从软采集 RU 的。好，我进去了。那你有看到？有。Let's move it. 我等你更低。92。哼，完了，我觉得，等一下进去看他重染吧。他没有玩个五个，我不行哦。可以，我马上跑。八个重染。对啊，他至少完成五个重染哦。重染挖八个很久了。他砖头工。开虫卵，重点是怪很多，一个人、啊、不晓得两等，我不太相信他自己可以完成、欸。我不相信。嗯，砖头工火焰枪是很强了。怎么有点卡？有点久。哎、欸，进来了。进来了。那、啊、我们来揭晓。哎、欸，七个，五六六六，哇哇，烫！来，我们来保护他。交给我们，我们来了。哈，士气瞬间大战。哦，这里好危险哦，这里怎么回事啊？我想去他那都去不了。他在这边，他走个这过来。他走，哦，走这里 ，OK。哎。哇，他也是很厉害呢！小看他了，天啊！伙伴，不用担心，我们来了，让我们一起共享胜利啊！他是怎么过去的？哎，是怎么来的？我不知道啊，他人呢？他在上面啊！哎，跟着茉莉走。茉莉停住了，他跟上面，挖过去吗？挖多久？16公尺应该还可以。那怎么去的、啊？Lighting， 13公尺了。Over here by the marker point。你在走，我这还走外面。我走你那、啊。直直挖，直直挖，往前直挖了。OK， 你可以一起挖。卡住了，卡住。12公尺，还有点好。还茉莉。哎、欸、有他动，有他动了！哇，麻吉麻吉麻吉！哇，他其实也是用镐子慢慢挖哎、欸，没有摸零食。叮，在这吗？在这里打吗？我不知道，跟他走，我感觉他也有想法。
哎呦，他挖出一个洞，外面。可以。哇，还有六哦。三个蘑菇，他感觉想找。有，这里有两个，只差一个。哦，看到，我去。嗯，哇，这个玩家不简单啊！给他最大的 respect， 一个人还这么厉害。另一边没东西，哎，可以放了。他还在打，他想要完整的清光他们。没问题，我们都陪你。我愿意，跟随你。大屁股。又来。他要死了。那怎么换件？是我伤到他了。哎、欸，走，你不要走，走。他抛弃你了，大哥抛弃你了。他一看到受血、受伤了，有没有？马上就按了，是不是？哎、欸，白痴哦、喔！在哪里？他怎么走的？茉莉在哪？不晓得。不是，逃生舱在哪？右下角。不行，哎、欸，我这快不行了，你走，你赶快再走。那茉莉是往下走吗？我倒了，我没了。不用怕。我气飘飘了，我感觉我要死了，我超级，我死了。啊、哦、好。哎，他跑很快呢，他。哇塞，他真的是一人玩家哎。毕竟是他的洞窟啦，他比较知道这里怎么了。他在矿。钻，他直接用挖了过去，殊不知，啊，你已经到了，哦，被咬了，遇到怪了，不过他应该有机会，他是很靠近的，他的那个砖头应该是用光，嗯，所以他都一直在用稿子，帮他好了。啊！快到了！他是不让我过吗？白痴哦、喔！我下来了，你们走！砍分，开心，没关系，我就是欢喜。哇！躺分仔，真的。那现赚一颗 ，Yeah！ 六等啦，这一定完成啦！你看这个游戏实在是太棒了、啊、想要快速练等怎么办？我们就示范给你了。哎、欸，啊，这是没品哎、欸！哈哈，他想说你们这群躺分鬼，欢喜哦，欢喜获得了，所以他真的是要升五个，嗯，哦，这是大赚特赚啊，真的，重点是那蓝色等级赚超多，那下次上线你们怎么等级那么高？下次我们就先用他们的，有没有？嗯，机枪手25等，我是什么？你是工程师？哦、工程师啊！他说你们到底是玩什么？太狂了！
好啦，休息了。好，休息。下周再玩，感谢大家，感谢文心，感谢巧克力。我们下回再会，大家晚安，拜拜。拜拜。Yeah.